To Hong Kong. Thank you for traveling with City Flyer Route 810 bound for Ep Lei Chau in the Southern District of Hong Kong Island. Fireside, Yen Hu, Chek Dong Tray, Kennedy Town, Crown Davis, Queen Mary Hospital, Chief Whip Body, Wapu Estate, Tiwon, Aberdeen, Lei Tung Estate, South Horizons. We are about 30 minutes from the first stop in the city. Please sit back, relax and enjoy the scenery. We will broadcast the location and information of the bus stops as we proceed. Video recording is in operation inside the bus compartment. Please make sure your personal belongings are secured and take your luggage with you when alighting. We hope you have a pleasant journey. For your safety, please button up if the seat belt is commanded. 欢迎您乘坐本班车，由香港南区观音站、本班车由新西营、石井子、新竹子、新竹地、摩天岭、马丽医院、智诚商园、华盛江、铁观、丽水、新竹子等停机办理。现在您乘坐新竹子车站的车程，均为30分钟，请恭候欣赏，您请坐。 上铺的人最多放下车站的位置资料，车厢内等设有摄像录影监察小哥，并谨记您下车时携带您行李。祝您旅途愉快。座位上如果已经安装安全带，请即扣上，以保安全。那欺负内地人！你家三舅拿的是内地那一套。 都听着都拍着呢。我看这车牌是多少？我到楼下了。你拿多的卡？哎，说我拍个卡24，说我是抽小童的，你连给我解释的机会都没有。黐线，头帮仔就火药味。 请往北前，请排队的转接等阿班后勤，等等大家都坐等车。好，往里飞去，请到位。请坐。请往里坐。往里坐。要不然你往里坐，我要出去。要不然你就坐这儿。谁让你要出去啊？还带着跟我的朋友吵架，你要欺负你自己知道什么素质？妈妈不来。
你先坐。我告诉你，车长有问题，神经病的。他本来出车就晚了，你出车马上就开车。他非我说我开，我说我增值，我增值呢。他说你有现金吗？我不搭理他，我说我这增值呢。你有没有现金呢？我问你话呢，你有没有？我管你管我有没有呢？啊，一会儿这车费就变了，到现在都没变。他跟我说在变找茬儿，没事儿闲的。我拍卡，我拍24，怎么了？人家因为我当天往返，我住香港，我当天往返就是半价。别吵，我报警了啊！报吧，我这样报警。请搭乘前方线车队上。我乘客跟乘客间沟通，你报什么警啊？我跟我家里人说话呢，跟关你什么事儿啊？我又没说你。说呀，我摄像头都拍着呢，人家用英文问你个话，我听不懂，就这素质就跟我吵架，你也就跟我吵架，拿英文跟我吵一个，你甭跟我说普通话。吃饱了撑的，就天天的一个大东北一大女的跑这开车来，还觉得自己牛了，牛逼哄哄的。你也就跟我干，拿个跟个香港人都那么气。哎，你看，他觉得他我关于拍卡24，他说我拍的小红卡，我说我当天往返半价。听着就我从来遇到哪个司机都不像他这样。我问他。没遇到过这个司机，这种素质的第一次来香港十年了，第一次，哎，好欺负人，以为我们游客呢是吧？你投诉我还投诉你，你还报警，我还报警呢，这危险驾驶，我不跟司机说话，司机天天扒着我跟我说话，你安全驾驶意识有没有啊？我在另外一个车上听到你当天上来点的，就是半价呀。我都不想跟他说，人家都知道说了，不要跟车长说话，这倒好，这车长扒着你跟你吵架，没事闲的。要办什么呢？我这是属于什么巴士啊？机场巴士乘巴士吧？乘巴机场快线。乘巴是吧？乘巴机场快线不是，你不要只说乘巴，你在后面再说个机场快线，英文是 City Flyer。好的。我就刚才我还纳闷呢，我说人家跟他说英文，他说我听不懂，我还说这香港人怎么听不懂英文呢？原来内地混过来的。真是什么奇葩事儿都遇着。现在香港那么好来的吗？开个车那么牛。他妈跟哪儿他妈下去聊天？谁啊？他刚在聊天。他在聊天，1:20发车，1:20才上车。他在聊天是吧？对啊。跟他说，真舍不得牛牛什么牛。我赶紧把他这飞机弄出来。打电话。这两个高。28730818。你管我说话呢？我说话你他妈的管你什么事儿？谁说巴士上不能说话呀？28730818。没遇到过这种人，遇到第一个就还是内地来。
拍小童卡，我至于吗？24块钱，我占这便宜。上来就咄咄逼人的，你听不懂了，你84岁的您车长，你这会儿拿车长跟我这威胁，人家需要你帮忙的时候，你听得到听得懂什么呀你？他们拿普通话跟我吵架。我说我增个职，你有现金吗？我有现金，我不愿意用现金，关你什么事儿？我增值拍卡关你什么事儿？还叫你还报警？这个。我刚才打的就是这个的，213688888。那是新发的，这个28730。我就刚才打的这个都没有投诉这一事儿。是城，对啊，是城八的，城八机场保险。上来就是我觉得我这么直。
你进去到里面去，我到底头了，我过来曾侄儿，哎曾侄儿，我说我没弄好，那你有现金吗？我不搭理他，就不，我看他说话，你知道吗？我看他说话，他已经很烦，我看着我就觉得他就是有毛病，我就不搭理他。我说我就一分钟我就说好了，我不理他。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有啊？你有现金吗？我跟你说话呢，我跟你说话呢，你没看出来我不想跟你说话呀？然后我拍了卡，你这怎么24啊？你是不是拿小童卡呀？不是，他自己都不知道。那小童卡我拍过一次，还能一分钟之内再拍吗？你不是警察，我告诉你，拿自己当警察了。只睇呢個順珠城巴三號線，使用八達通卡嘅乘客可獲免費轉乘優惠。不知什麼？機場九前往巴黎路人，请在此站转乘28号线。使用八达通卡的乘客可获免费转乘优惠。它有九八的，怎么没有乘八的？城巴的有 app， 城巴和新巴有 app。当时我想去，我当时下决定看。请放置你的行李，以避免行李在停车时滑动。
prevent your luggage from sliding while the bus is in motion. Please hold it securely. 请妥善放置您的行李箱，以避免行李箱在行车时滑动。就他没有现金了，就跟我要逃票一样，他就以为我好像我弄完了我就走了，我就不拍卡了，知道吗？我多少次了，我增值，人家别的司机都是开车就走了。被歧视呢？你们自己人都这么歧视自己人，好像我投票。
乘客喺車廂站立或行走時，請緊握扶手，確保安全。You and safety, please hold the handrail while standing or moving in the bus compartment. 乘客在车厢就立和行走时，请紧握扶手，确保安全。他说非常的时间有一些服务。哎，咱们去那个。这是车队编号还是车牌？不是车队，货车牌。底下的那个，底下的是那个车牌，跟这个一样的，不一样的。车队的编号，车队的编号，哎，一般。我这不是车队编号。
号车次就应该是车的不是，这不是的，这车的编号。对，就是车的。啊，好，那你把这车。巴士即将进入市区，请留意车站及酒店名称广播，并点好小心看到您的财物。如要下车，请在到站前按铃一次，等待巴士停稳后才离开座位，并谨记于下车时携带你的行李。谢谢选乘城巴机场快线，希望可以再次为您服务。Passenger Plaza, W Hotels, Hong Kong, the Ritz-Carlton, and International Commerce Center, and Glass Museum, Chinese Station. 下一站，西区海底四大商业广场，香港 W 酒店、香港丽兹卡尔顿酒店、元芳环球梦影广场 ，M 三博物馆，九龙站。
酒店、华达城等酒店、华丽都会酒店。哎，你方式火车在哪里？香港 Best Western Class Hotel Hong Kong Grand City Hotel Hong Kong。石塘咀市政大厦、香港金旅、香港大学站。Next stop, Shek Tong Tsui Complex, Hotel Jin, Hong Kong, HKU Station。下一站，石塘咀市政大厦、香港金旅、香港大学站。
座。如要落车，请提早暂停，提早进站。落车时，请谨记携带你嘅随身物品。多谢落座。吓？Please make sure all your personal belongings are with you when landing. Thank you. 不要下车，请在到站前提早按铃。下车时，请谨记携带你的随身物品。谢谢合作。If you wish to alight, please ring the bell before arriving the stop. Please make sure all your personal belongings are with you when alighting. Thank you. 如要下车，请在到站前提早按铃。下车时，请谨记携带你的随身物品。谢谢合作。If you wish to alight, please ring the bell before arriving the stop. Please make sure all your personal belongings are with you when alighting. Thank you. 如要下车，请在到站前提早按铃。下车时，请谨记携带你的随身物品。谢谢合作。
站联邦新楼英皇道前站。Next stop, 联邦路站。Kennedy Town Station。下一站联邦新楼坚尼地城站。
Lord Girls School. 下一站，圣加特女书院。下一站宜宾阁。下一站，国福林道广场。市民路小信康管理的藏物，等待巴士停定后再离开座位，并等记起落车时携带地的行李。Please make sure your personal belongings are secured. Do not leave your seat until the coach has stopped to take all your luggage while alighting.请沿途小心看管您的财物，等待巴士停定后才离开座位，并谨记于下车时携带你的行李。请尽量行入车尾，行入啲，松动啲，车门通道畅通，车长视线无阻。Please proceed in the rear and keep the doorways of driver side light clear。停车时，请不要停住车尾，保持车门通道畅通，车长视线无阻。
的名字是下一站金湾学校。If you wish to alight, please ring the bell before arriving stop. Please make sure all your personal belongings are with you when alighting. Thank you. 如要下车，请在到站前提早按铃。下车时，请仔细携带你的随身物品。谢谢合作。下一站，哪一个区？
next stop is the new fire station. 下一站，国服第一消防局。请沿途小心开满您的财物，等待巴士停定后才离开座位，并谨记于下车时携带您的行李。激烈兜落，这边是水的，这边是水的，兜落。我要找地方上去。那我都要去，去水的，快走。下一站，华富村华生楼。就是在这个华富。华富村华生楼。
也挺脏的。有点湿。因为你摸它就疼，然后。穿衣服了，热呀，别穿了。不说，他现在得散热，他吃了退烧药补。乘客在车厢内外和行走时，请紧握扶手，确保安全。快点吧！快点，快点！现在下车吗？现在下点。等会儿吧，等会儿。一会儿我给人说。走吧。快点吧，这样方便。
Ring on Court. 下一站，香港珠光书院余恩苑。八十几分咗先落达李州。后座离开座位，并等记起落车时携带自己行李。要八十几分咗先到达李州。请沿途小心看管您的财物。等待巴士停定后才离开座位，并请记于下车时携带您的行李。
過咗站先至知道。過咗好耐站。乘坐時請盡量投入車尾，行入邊鬆動啲，車門開到暢通，車長視線無阻。If crowded, please proceed to the rear and keep the door with the right side light clear. 乘坐时，请准备逐步收尾，保持车门通道畅通，车长视线无阻。What? What? What?Please make sure your personal belongings are secure. Do not leave your seat until the coach has stopped to take all your luggage or items. 请沿途小心看管您的财物，等待巴士停定后才离开座位，并谨记于下车时携带您的行李。搞两年，搞两年，这种都很重要。
之後仲要同乘巴緊車，下一站海怡半島廣播 Next stop 二零四 South Horizon， 下一站海怡半島林立德。Please make sure your personal belongings are secure. Do not leave your seat in the coach has stopped to check all your luggage for the item. 请沿途小心看管您的财物，等待巴士停定后才离开座位，并谨记于下车时携带您的行李。Next stop, Aix-les-Chaux, Lille Street. 下一站，鸭绿洲，利乐街。请沿途小心看管理的财物，等待巴士停定后再离开座位，并谨记起落车时携带便的行李。Please make sure your personal belongings are secure. Do not leave your seat in the coach. Please make sure your luggage is lighted. 请沿途小心看管您的财物，等待巴士停定后才离开座位，并谨记于下车时携带您的行李。详细嘅就唔知道。
條片嘅話就星期日直接出，唔好錯。呢個情況都知，黐孖筋嘅情況係一定要係超早直接出去黎明街。屌一百分鐘，黐地一百分鐘 ，what the fuck？ 啊！三點鐘仲有三十分鐘 ，OK， 得啦。話說點解唔行喺一度嘅？呢度唔係好繁快嘅咩？我哋已經到達車站，請離開車廂，拜拜。This is the train. Please watch here. 我們已經到達終點站，請離開車廂，再見。